这是中国最有名的猴子，孙悟空。这个《西游记》里的毛脸雷公嘴，是怎样变成这样一只活灵活现、能说会蹦的卡通猴子的？你要表现人物，就要有人物的身份、人物的地位、他的动作、他的思想，啊，动作受到思想的，这个实际上也是逐步逐步才开始成熟起来吧。我们的妈妈在哪儿？您小马良，因为你不怕，雪寒还会回来吗？金金灯灯，像我们。